大家好，我是超人，今天来这个 4S 店来看车来了。今天来到这个雪铁龙的 4S 店来看车了，外面停了好多车。这个是什么？是 C4、C3、C6。这个也是 C6，别躺家里前面了，你呀，拉了。这个是他们店里面的销售经理的车，打算卖掉，他要价16万。你们各位感觉这个价格怎么样？C6 是好像是雪铁龙的旗舰轿车，这个是次顶配的，当年它全部办下来是25万，现在要价16万。